起来看这样的一个过程，咬出母亲是受贿的主角哦。那么从这个篇幅里头，侦讯哈，据了解哈，侦讯时哈，林义士啊把受贿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坚持不曾直接收取陈启祥193万美金，就新台币了清撒八万哈，而是分成多次，那么混以130多万美金。跟近新台币2300万元的方式哈，那么收到汇款，而且都是妈妈沈若兰拿了清点之后再告诉他，从头到尾一个呢提到妈妈哈，苏阿豪伊的新台币哦300万两，啊林义士嘛承认讲吼，伊给你陈启祥哈多次付款中吼，最后一半哈交付汇款确实是带着两指提袋放到客厅的桌角旁。他并没有当场清点，而是沈若然拿走，只记得呢母亲事后给他陈启祥装钱的名牌侧背袋里面有300万元，那么其余呢6000万流向一万转都不知道。不过呢陈启祥则说他是将6300万元以193万元美金分成两袋之后呢一次送到林义士家中，其中哦完全没有新台币，我只是照吩咐送钱，干嘛说谎。那么据了解说，对质中特侦组将问题关键锁定6300万的汇款的美金跟新台币数额。不过林义士跟陈启祥各执一词，拢讲无讲白惨哈。检察官之后讲，啊，恁两个公款我敢会当写一个啦哈。最后检察官就讲，啊，对林义士跟陈启祥的律师吼，拢总五个就讲，啊，换恁来问。结果呢，迄个我们律师讲，啊，这实在是真笑哎哈，都当场笑成一团。好，最后呢，只有陈启祥委任律师哈，高永成就发问，伊问林义士讲吼，啊，既然陈启祥是分成多次交付哈，而且你嘛无经手嘛吼，啊，最后由妈妈给你300万，啊，你哪会安那确认陈启祥确实有交付6300万呢？林义士安那讲呢，伊讲因为吼母亲跟我说的。来，我请教是这个建明哈，这样一个发展你怎么看？啊，其实吼，这主头到尾里面写个起码嘛要讲白餐嘛，啊，唯一伊甲吴敦义讲的同款，就是伊无过去牵拖别人吼，所以吴敦义起码足放心的，伊嘛希望讲啊，这个代志紧结束，因为无牵拖别人对来讲，对国民党来讲，对吴敦义来讲，诶，伤害上少。嗯，啊，所以对了这个案件，咱起码看到了，包括这期的诶周刊所写的，特勤组起码赶紧要结案了嘛。这个案件，你讲延伸对因老母，其实因老母收钱，因老母凭什么资格去收钱？人是安怎要提钱去啊？敢那拄只王议员所讲的，嘛是你特别是带人去撬的啊，去撬的这钱收入去，只不过是贷款这的钱而已啊。但是既然是贷款，这的钱的过程当中，啊是安怎因某搁收到千几万？啊，遐钱是安怎来？所以伫这二十二点的中间，竟然办这个案件，因某甲因老母拢无收啊。都无收啊！啊，伫外口咧转车，无伫后边佫收去，唔知佫收偌济美金去，那是唔知影啦。吼，啊，但是伫这个过程当中，那事实上感觉办这個案件佮办迄落进前迄个陈明文家己的案件差足济。我记我看迄报纸咧写讲，咱咧检调单位特别讲，这个吼涉嫌重大啊，但是100万交保。啊，这个里面是涉嫌重大，无论明仔载后日，无论这个。拘押时间一到吼，拘押时间一到都放出来啊嘞，因为涉嫌重大啊，哦，所以咱看到这个，起码这个司法单位咧办这案件，敢那对着对象有无同款的差别？所以我请教是这个俊义兄吼，看他这样的一个发展里头，好像要导向，林义士的角色是，比如说他收到的是政治现金，而且讲导向，我做的是敲代志嘛吼，选民服务。啊，这个跟贪污我差很多呢。哦，当然差很多。哦，这个大概有两种。民进党基本嘛，可怕扁嘞。你民进党高人就贼啊，这个案子是怎样？也让他带过吗？当然啦，哈，这位头开始林义士吼，第一天、第二天拢无承认，啊，阮嘛一直对吼，啊，尾也承认，啊，佫有这个录音带吼。啊，当然这特侦组吼，要算几啊步啦吼，伊会使讲啊无啊，啊，我着碰风尔吼，啊，所以我这是诈欺，啊嘛会使讲啊，这着阮老母收的，啊，所以是阮老母。提钱的跟我无关系，我可能补税安尼，嘛可能就是讲，公公公阿伯也讲啊好，阿、啊、无我一个人担，担是甲这个
我到暗时行政院秘书长的时阵去提，啊，这是以陈吉祥提我的政治现金俩，所以各种方式都可能。但是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如果这么清楚的事证，然后整个案情全国老百姓看得这么清楚，啊，特侦组到尾也别讲啊，用诈欺啦，用馈赠啦，用政治现金啦，哈，这拢是无法度交代。但是咱上重要要讲一项，就是讲你特侦组咧办啊，你现在特别拢办到里里啦啦，啊，吼，大家有足侪意见，就是讲你对陈明文、张阿冠的事，你派450个去约谈60个人啊。结果查出来什么？结果查出来发现说啊，这个是旧案，也查过3遍了，县政府也被你收3遍了，还是没有新东西啊，所以就交保啊。好、哦，那结果这个林医师的案这么重大，好、哦，6300万的标的，然后你干什么？你从头到尾只收押林医师一个，然后其他人都到处跑，那要串供你也不知道啊，连现在连这个金额都不拢啊，所以这个部分那是不是？特侦组又在这个时候一直放出来说我们要结案了，我们要结案了。那结案是什么？是不是要到林议事为止？我想这个案子的意义很重要哦。如果特侦组的意思是说，好啦，办到林议事为止，哈，安内是不是符合吴敦义讲的主战场已经结束？这才是真正大家担心的。好，这个国家的公权力哈，因为我们知道说。北检牵结的像刘益如啦，吴敦义啦，蔡令仪这样案子哈，北检的这个检察长，我们当然知道说这个一定是所谓的检察总长，就是黄世民所任命的。那黄世民呢，一定是马总统所钦定的哈。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整个一个检察体系，你觉得在做什么？你可以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令人民失望吗？休息片刻来看另外一个公权力，真的不能帮这些百姓解决问题吗？加喽。行100公里哦，明仔再去找马英九总统陈情，马总统，你于心何忍？不能够帮帮他们的忙吗？马上回来。